来自咱台北进行社协和团。
谁说我们是八加九的？哦，这个看小法团的唱诵就知道，麦公咱顶头音那拢无咧读册，一句一句都在努力认真的背诵，这是小法团，非常的不容易。哦，这个每字每句都不能绕高体，这是小法团，大家都默背。所以谁说正头的小孩不会念书？看小法团就知道，非常的不容易。谢谢咱台北正盛社协和团，咱的小法团队，感恩谢谢你们辛苦了。好，来，咱的保护千岁啊，要来添加。规天的吼，会当真正讲规天的辛苦。谢谢咱的，咱小婷，就要来恭迎妈祖娘娘正日，咱的喜气洋洋。是咱闽家地区的福气，咱溪天宫廖冠妈祖护持，就咱闽家地区也超过有200年的时间。